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to the one.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充分困难啊！那补选的时候，我就惊讲，咱这群也都失手啊！哦，但是，但我何志伟很勇敢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承担下来，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让我们何志伟可以当选。所以这样的事情，我马上给你切东西啊！每一个台湾人都有一个责任要去投票，好不好？好。那大家睡下。好。1月11日，我们大家就去投票，好不好？好。蔡英文几票？韩国瑜会几票？好。蔡英文几票？吴思瑶几票？好。中国武汉民进党几票？好。三位华仔，蔡英文。赞赞。蔡英文。赞赞。小英，小英，小英。赞赞。韩国瑜。赞赞。韩国瑜。赞赞。就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在台湾很有趣的活动，就是说台湾的总统大选的话，现在已经是在台湾的话已经开始，所以说在我住的附近的话，今天晚上的话，就是说台湾的现任总统的话蔡英文，跟他的竞选团队的话，在我住的不远的地方的话，就有一个跟民众一个接触的一个竞选活动，所以说今天晚上的话，我就抱着好奇的心情一起去看了一下。其实我在去之前的话，我也有蛮多的疑惑，所以说我去的时候的话，我基本上我就是说空着手，也不敢带包啊，不敢带什么的话，就是说空着手的话就直接去。但是我到了现场以后，我发现我的这种思维的话其实是错的。到了现场以后的话，确实是人蛮多，人蛮多的话，可以看到人的话都已经是，把整个场地都占据了，而且在马路上的话，也有台湾的警察在执勤，但是可以很发现的，发现他们台湾的警察执勤的话，他只是在疏导交通和疏导民众，他没有，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们就习以为常的那种，安检啊，那种非常严格的安检都通通都没有，所以说我就这样子一个中国大陆人的话，就这样子的话，就堂而皇之的就进入了蔡英文总统的那个竞选会场，而且在人群里面的话就很努力的往前面去钻，然后终于的话基本上就是说钻到大概是离那个会场的话大概是有大概是10公分的距离的话，终于因为人潮太多的话就钻不进去。但是看到很多台湾的民众的话，基本上都是背着大包小包。是一个很关键的选举，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来，咱都有看到中国对咱的打压，文攻武吓，意思就是讲要我们台湾在主权上让步，但是各位。如果我们在主权上让步，我们的民主自由就保不住了。我们看一下香港，为什么香港人今天走上街头要民主要自由？因为香港人手上没有主权。台湾人的主权是在我们2300万人的手上，台湾乡下，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主权，我们才会有民主自由。我们有民主自由，我们台湾才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台湾的产业才有发展。所以我们的台湾1月11日，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看我们台湾人做什么选择。我们要选择守护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主权，守住我们的民主自由，还是要向中国低头？所以这个选择是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很清楚？这个选举就清楚了。我们1月11日，我们要展现台湾人的意志，
我们要保护我们国家，保护我们整个国家的决心，安尼好吗？好吗？基本上，以我这个大陆人的那种，以大陆人的观点来说的话，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蔡英文总统的话是台湾的现任总统，他出于这样的活动的话，而且我也亲眼的看见他在上面有发表讲话，然后还有很多的重量级的议员的一些，基本上说可以说是，如果是在中国的话，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以我中国大陆的这种心态来说，我只能说天哪，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话，一个普通的民众的话，就这样子的话，想去见习近平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后说，不要说见习近平，就是说见我们的一个省委书记或者省长，也是不可能的。见我们的那个市委书记跟市长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我们可能见到我们那边的官员的话，基本上都会有一种很严格的，就把老百姓当成一种敌人的看待，一种就是说天地不仁，四方为属国的那种状态看待。但台湾的话基本上没有，所以说但是我在现场的话，看着蔡英文总统讲话的话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就想到一种中国念念不忘的把他们的所谓的要服务于中国大陆人民的那种服务的话，要服务于台湾人民，然后搞了一个26条出来。但是我就想说，中国和台湾为什么不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话为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在于这种细节的里面。为什么蔡英文总统的话，他跟民众的话去参与竞选的这种造势晚会的话，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些在中国大陆的话习以为常的这些很严苛的这种安检啊什么的，或者下面的话都是一些经过筛选的这种跑龙套的这种群众。但是说在台湾的话，这样基本上不可能。所以说我在台湾的话4年多的时间的话，今天是第一次去参加这种竞选的造势，但是给我很大的不同。我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可能很多的大陆人的话在翻墙在看，所以说我等一下我把我的这个拍摄的这些场景的话就呈现给那些大陆的翻墙过来看的民众，请你们思考一下，大陆和台湾，中国和台湾有多大的不同，这就是不同。谢谢大家。一票，五四摇一票，再加上三张票，民进党一票。